就在刚刚，长江日报报道，建议武汉封城的李兰娟院士团队公布最新的研究成果。初步测试，阿比多尔和达罗纳韦能有效地抑制新型冠状病毒，比国外发明的抗艾滋病药物效果更好。团队成员还介绍，两种药物已经在浙江省的肺炎患者中使用。我是姚大夫，关注我，给你带来最新的疫情好消息。武汉加油！